城市能否永续发展，除了要有先天的优势之外，能够提供稳定就业的环境也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几年，台南市在市长黄伟哲积极的招商下，台南已晋升经济之都，引资科技、绿能、观光等产业。从108年到112年，新增加上千家的投资案，并且吸引超过1900亿元的投资额，招商成绩亮眼。当然，连带就增加了在地就业机会，不只让台南人可以在故乡就业，也吸引许多人移居，甚至返乡发展。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提供优质的环境，尤其是在市府团队的协助之下，我们让南科周边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人都愿意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希望一起共同来提供一个优质的生活工作。劳工局每年结合在地企业办理四场大型就博会和超过300场中小型征才，甚至还可以透过线上面试，让想在台南找工作的民众不用到台南就可以先谋划到好工作。尤其现场有很多很多，包括现场的抽奖啦，包括线上的面试啊，这些都是方便很多求职者他的一个这个求职的方式，也方便在外地的这个北漂的台南的民众，或者是在外地的民众想要在台南尝试有没有机会开拓自己人生的职业的时候可以做的哈。所以我们很欢迎大家一起来，不管你在台南在地或者是在外地。请启动，请贵宾把那个拿开来，看到了我们就业好顺利。就业好顺利这几个字说来简单，但做起来却是高难度。在大环境变数很多的情况下，台南市政府以幸福家园的核心宗旨为圆心，往外扩散，服务了中高龄、身心障碍者、青年、失业者、原住民、新住民、本国劳工、移工、弱势劳工及劳资关系、职业安全卫生等等面向，友善职场环境外，也着重人才培育。就是因为不忽略任何一个在台南打拼的人，近几年的推动成果获奖无数，不止连续13年拿下 TTQS 地方政府职业训练机关金牌的殊荣，从126个机关中胜出，获得国家人才发展奖机关团体奖，更连续两年失业率六度最低，劳动参与率也是六度最高。我们在台南不能说跟这个企业都有一个共识，我们要用好的劳动条件来抢到人才，因为现在人力缺口是蛮大的啊，抢到人才大家都不能提早上欢喜，我们要用相关的劳工福利、劳工的措施来把人才留下来，永续就业、稳定就业，这当是我们跟企业来办这就业博览会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的企业也都有这共同的理念，分享创作共好利润共享，照顾每一位在台南工作的民众，发挥政府的服务责任。这几年也透过协调工会，善用职能的角色，开创了另外一个台南的金字招牌。搅拌混凝土，细心的丈量每一个尺寸。这些工人，他们不是在替新建的房屋费心，而是一群牺牲假日与家人相处，或是自己放松的时刻，让角落发光的修缮志工。他们愿意用休息的时间出来做志工，出钱出力，这真的很可爱。乐在其中的奉献服务，做工行善团从第一间植栽劳工房屋修缮，走到帮弱势民众房屋修缮，爱心种子越来越多。愿意用礼拜、用拜啦、用休困的时间，甚至有需要的时阵，有哪个会趁钱的工课放下来，去帮忙艰苦人的处理者，这款的爱心啊，咱坦白讲，实在是让咱。足感动，足感动。所以呢，所修复的厝，都是咱劳工，也是弱势团体边缘户独居老人，
家的厝拢叫做有爱、有爱心、有那有贴心的厝。这个活动啊，吼，嘛是由咱白岗工会所发起，后来当然是各职业工会需要的职业工会，大家共同参与啊。持续在台南传播爱，后来更走出台南，在赖副总统牵线之下，市长黄伟哲率领的志工们走出台南，经验分享，好功夫和爱心遍及高雄、屏东、嘉义、云林等地。你关心的啊，副总统在云起立的时阵，有这个机会开始啊，帮助到足侪足侪人，而且嘛，就把这个经验传递给其他的各县市，帮助到全台湾，不但是台南。诶，足侪咱诶啊，社会上比较上歹上势。我接受了后，延续了这个政策，即卖已经223户啊，220户了吼。所以呢，这个好的事情，而且是对社会有帮助，帮助了咱上势代志，一棒接一棒继续来做。希望啊，伫我任内嘛已经超越100户啊吼。所以我希望讲啊，今仔日伫这个故宫公会40周年的这个啊。大会内底，阿要表达着对咱所有职业工会、对咱的做工行善团以及对咱的好朋友最大的敬意甲谢意。台南经验不止让大家看到台南这一群有爱心的可爱志工，而市长黄伟哲更时刻想着把这一份善念扩及更多市民，无论是职灾劳工、弱势家庭，在台南深耕的原住民家庭，都是有情有听心的厝服务的对象。越来越多弱势民众能够住在可遮风避雨的家，市长也募集二手家具，将善念永续传递。二手家具仓库是从我们过去在许多工地啦，或是许多市民朋友捐出来二手家具，经过我们的志工把他们把它修复之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很耐用的一个家具，所以而且是几乎是90星或95星。那所以说是非常新的，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好朋友们他们在使用这个家具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就像新的家具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一方面减少了废弃物，一方面增加了实用性，而且让他们有温馨家的感觉，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从102年冬天到现在，已经完成超过253户的房屋修缮案，而光在市长黄伟哲上任后5年多的时间，便已经完成了172户房屋修缮。无论是给职灾劳工或是弱势民众一个家，或是全方位的友善职场营造，这几年来台南市政府努力留才育才，搭起民众与企业间的桥梁，让大家一起生活在温暖有爱也宜居的幸福家园。